出啥事儿了？我中大奖了！啊，500万！我中500万的。我骗他多侮辱我智商啊！那他怎么？大姐妈啊，有人给你发微信了？没有啊。有人给你发短信呢？没有啊。那你不知道今天是愚人节呀？我知道，我不过这个节。你让他们给你骗了？没有，谁也没骗我。真的，我中500万。看见了吗？大姐夫这智商得钱治了啊！愚人节都骗别人，他自己骗自己，完还亲了呢。你人才啊！我知道，我是个人才。我一瞅，我中了500万的。行了吧你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都上当了，别再耍了。来，我说啊，开大了。你怎么也过愚人节呢？我不过愚人节。你不过愚人节，你骗我吗？你说你中500万？爸，我没骗人，我真中500万。孩子，你就别装了。妈，我装啥呀？我真中了500万，行行行行，没完了还。来，说说怎么回事？情况是这样的啊，你说，我今天呢，我路过超市。哦，我知道，你今天路过超市，然后顺便买了张彩票。对，我买了一张彩票。我一打开呀，你猜怎么着？我中了大奖了，500万呢。对呀，呸！这怎么还浇花呢？我真中了500万！哈哈哈！呸！这怎么还浇20花呢？你们怎么不相信我的？我真中了500万！哈哈哈！呸！我真老的花也浇，真中500万！大姐夫啊！哎呦，还500万？你见过500万吗？你知道500万是多少钱吗？500万多少钱啊？100万一张，5张。100万一张，5张。嗯，你从坟头上捡的吧？这钱你也敢花呀？1块钱一张，500万张。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你们我老公，哎，你是不是受啥刺激了？没有啊。那在单位谁欺负你了？没有啊。谁要欺负你，你告诉妈，找他就我。我跟你说妈，我真中了500万呐！行，我相信，我相信你，大姐夫，你没那个命。陈大哥，哎，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？怎么难听？你怎么老挤得我？我怎么就没这个命啊？好，不挤得你，你有那个命，你有那个命也是穷命。我就不爱听你说这个话，我怎么就是穷命？别急眼，你不是穷命。我给你算了，就是五行缺钱。什么五行缺钱呢？你们两口子怎么一口气出气儿啊？我怎么就五行缺钱？谁说我五行缺钱？老天爷！你认识老天爷呀？你见过老天爷呀？老天爷会算卦呀？他五行缺钱，看见了吗？票！哎呦，孩子！你把那废电影票先撂下。什么废电影票啊？彩票。对，是彩票、啊、孩子、你先别忙活这头，吃两片镇静剂吧。我吃什么镇静剂呀？妈，我中了500万，我现在很镇静啊，同志们，我很镇静啊。500万呐、别刺激他，你看他那五官都挪位了，妈，太瘆人了。他爸，快点想点办法，叫个救护车吧。妈，叫什么救护车？我一点没病，我真中了500万呐，同志们，500万！爸，您说，你证明我是个啥样人？我骗过人吗？你是个诚实的人，对，从来不骗人。我从来没骗过人吗？孩子，带他上医院看看吧。据说这病到医院初期的时候，捅两电棍就好了。行了，大姐夫这病啊，我就能诊断了。穷疯了，完全是穷疯了。钱社法，哎，我让你看看啊。行，看着啊，中国福利彩票，对 ，FC 杠
12323332啊，中奖金额500万，看清楚。我看什么？看清楚，不是上个星期的，就是昨天的。你还说啥？